大家好，这一讲我继续为大家讲解中国结的编结方法。首先，我为大家讲解六道盘肠结的编结方法。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六道盘肠结。它呢是介于四道盘肠结和八道盘肠结之间的一个盘肠结式，也是很常用的。我们现在呢说一下它的编结方法。首先我们量一根3米的线，然后呢给它取一个中点，在它中间这个地方呢给它扎一下，然后我们顺时针的做三个圈，这圈都是双着的。然后呢我们做下一步，下一步呢要做三个这样的圈，然后挑一压一，做三个是一样的。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三个圈呢给它穿进去了，就是大家看一下哈，挑一压一，挑一压一，挑一压一，这三个呢都是这样的。做这盘肠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做的时候呢一定要规矩，要做的这线路呢跟我现在这个形式是一样的，中间空的多少要是一样的，像这儿空的多，像这点紧密，都要按我这个形式做。如果就是开始做的不是按这个规矩的哈，到最后呢就会出问题，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这个对一下，看看有没有就是问题。这样呢我们右边这个线呢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做左边这个线。左边这个线第一个这个口诀呢是全上全下，左边是做单根的，就等于说全上完了全下，从这儿呢从下面掏出，我们看一下，全上然后全下，还有一点呢，就这个全上呢一定是在这个做的这个板，等于说上边，全下是在下边，它不光是在下边，还有呢它等于说是在这个板的这个下边，它这个扎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有方向的，是这样。下一步呢是把全上全下做在这个位置，再下一步是做在这个位置，剩下两步呢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这一步呢做好了，全上全下，一二三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左边的这根线单根的从这儿开始穿，这个口诀呢是这样的，挑一根压三根，挑一根压三根，挑一根压三根上去，大家看一下，挑一压三，挑一压三，再挑一再压三，一共三次，这样上过来。然后呢我们是返回，返回呢是这样，挑二压一，挑三压一，挑三压一，完了是挑一出来，咱们看一下哈，挑二压一，然后是挑三，这个前面一定要做的规矩哈，压一再挑三再压一，最后一步是挑一出。好，这一步呢就做好了。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步骤呢在这一行还有这一行做重复。好，我们下面接着做，挑一压三，挑一压三，挑一压三，回来的时候从这一行挑二压一，挑三压一，再做挑三压一，挑一出，再下一步还是重复这一个步骤，从这一道开始。好，那么这一步呢就做好了，做好了呢这整个的这个六道盘肠结的这个线路呢就盘完了。
下一步呢是抽型。我们抽型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外耳和内耳，这个是反复强调的哈。这些我点的这些空当，这都是外耳，这个还有这个，最后是这个，这是外耳，剩下的都是内耳。那我们先把内耳呢给它这个珠针给拔掉，把外耳这个呢往外稍微的抻一抻，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注意横平竖直的抻。抻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外耳和内耳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就要抽型，把中间的型呢抽紧。抽的时候呢一定要轻，要慢慢的，还有呢抽的时候要照顾正反面。好，溜到盘长节的这个中心呢就抽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呢是一样的，而且抽的时候呢中间呢都要留这个将近一根线宽度的这个缝隙。初学的同学呢经常容易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做的不好，因为它经常容易开始抽的太紧了，所以呢有一个窍门，大家抽的时候一定要松一点，让它留一定的空隙，这样做起来呢比较好做也好看。下一步呢我们是要抽这个外边这个环。一般呢这个六道盘肠抽的时候是这样，把这两个环给它抽的最后计划一下，应该是稍微大一点的耳朵，剩下的呢都可以抽成小的，上面的这根可以抽的大一点，这样以后呢可以做这个挂饰呢比较方便。那么呢我们现在开始抽一下，抽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直要按住中间的这个型，而且呢使得中间这个型呢永远保持这样不松散。好，那么现在我们从一根线开始抽这个型，像这个边上的小耳朵，那我们看一下它在哪儿，该这个做小耳朵，我们就开始把它抽紧。注意我现在拉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内耳，所以我们下一步转过去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它抽回去。那记住这个现在呢是一个外耳，那么外耳呢我们再转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记住它是一个外耳的形，所以呢抽成一个外耳，虽然这是小耳朵，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耳朵基本是抽过去了，在下边转过来。这个是边上的这个耳朵，这个圈我们计划着呢要给它是大一点的，那我们现在抽的时候呢就要体现到它这是大一点的，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翻过来，这个抽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要跟着这个线走，一直不能停，在抽的时候不能停，如果停的话呢经常就容易抽回去，就是抽了一半又返回去了，因为这个方向容易错，所以我们大家抽的时候呢抽型的时候一定是不能停的，一直都要跟着这个线走。好，这个六道盘肠结呢就抽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它这个六道盘肠结的形状，它呢要比这个四道盘肠呢要丰富一点，比八道盘肠盘起来呢又容易，所以呢用它做小的坠饰的呢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这个呢做了一个这个六道盘肠结，这个做坠饰的时候呢可以在它六道盘肠结的上边呢可以打一个，可以先打一个这个双连结，然后呢再做这个六道盘肠结，把这个位置呢就可以作为这个中间的位置来打，这样就可以了。等做完以后呢我们可以再打一个双连结，这样两头呢就是固定住以后呢这个六道盘肠呢就不会走形。然后呢我们可以穿两个这个陶瓷的珠子作为结束，穿这个珠子的时候呢这个底下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圈圈结来给它封住，圈圈结是这么打的哈，这一下再一下，这个经常呢做这个底下，另外一头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把这个穿一下，也做一个圈圈结。好，最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下边呢给它绞断，绞断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一点，它这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呢是绞断呢绞得很短，然后把这儿呢给烫一下，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给它绞断留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边上呢给它做出那个小的毛毛，
把这个给打开，这样呢也非常的好看，显着底下呢有点小的变化。这个小毛毛呢就打开了。另外一头呢我们也可以这么做。好，这个六道盘肠呢就讲到这儿了。好，下面呢我继续为大家介绍一种以六道盘肠为基础的复义盘肠结。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复义盘肠结，大家可以看它呢就很像一个小的风筝或者是蝴蝶。它的结形呢很漂亮，经常呢就是和配饰呢使用。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个中间，1、2、3、4、5、6，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六道的盘肠结。我说一下它的做法。首先呢取一根3米的长的绳子，然后把它呢放在这个地方固定它的中心，分成左和右。先是在右边，用右边这根绳子来做顺时针的两圈。好，盘好呢是这个效果。然后我们下面呢做的时候要注意，是顺时针的一个大圈，先做一个大圈，然后再做一圈双的，从中间挑一压一。这个双的咱们注意哈，就是说它这个线呢要翻上来一下，不是顺的了，这个线要翻上来，等于最后的线头呢冲上，做两次挑一压一，而且这个呢要在它的中间部位做，在这个长的中间部位做。再下边呢就是逆时针的呢做单的，全下全上，也就是挑二压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挑二压二。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样，然后呢需要这样顺时针的转两圈，这两圈呢都是要挑一压一，在这个部位呢要做三个挑一压一，然后从上面在这个部位也要做三个挑一压一。那咱们看做一下哈，把这个地方给它双着挑一压一，再挑一压一，再挑一压一，做完把这个地方要固定住。这个做的时候呢要比较规矩的做哈。然后还是这个步骤，把这个搁在上面，再做双的挑一压一，挑一压一，挑一压一，做三次。然后我们把它固定，这边的线路呢我们就做好了，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做左边的了。左边第一步呢是全上全下两次，它呢是在这个部位和中间的这个部位，咱们可以看一下，全上单着做左边的，然后全下从这地方穿过，这个呢给它固定一下。固定的时候呢上面呢是往上，一定要注意是这样翻过来的。下一步全上全下呢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做的时候呢注意它的
位置哈，从这个地方做全下。从这个交叉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点做全下。好，这一步呢，我们还是从这儿用这个做大圈，然后我们转过来，从这一道开始做。做的时候呢是这样，挑一压一，挑一压三，再挑一，再压三上去。回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逆时针走，我们是往等于说往左回来，回来是挑二压一，挑三，挑二压一，再挑三，再压一，再挑一压一，挑一出。好，下一步我们还是用这个顺时针的从这个线路穿过去。我们先把这个形整一下，我们顺时针的做压三挑一压四。首先我们从这一路压三挑一压四，然后我们固定它。回来的时候呢是这样，挑五，首先挑五，然后压一，再挑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要从这一道转过来，然后我们再往上。下面一步呢又是这样了，又是挑一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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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挑一压三，三次的做上来。下面我们口诀呢是回来挑二压一，挑三压一，挑三压一，再挑三，再压一，再挑一出。做到这一栏以后呢，我们再转，下一步呢是要转过来，在这一点做。咱们看到哈，而且这个线呢要一直搭在这个上面过来，在这个地方做最边上这一栏。它的口诀呢跟刚才这个做呢是一样的，也是挑一压三，挑一压三，挑一压三上去，三次的挑一压三，第二个挑一压三，第三个挑一压三。然后上来，回来呢还是挑二压一，然后挑三压一，再挑三压一，在最后挑一出。这个复一盘长的线路呢就盘完了。大家在盘的时候一定注意每一步盘的是哪一栏，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不要盘错了。还有呢就是至始至终呢做的时候呢都要很规矩，要横平竖直，这样呢就容易就是做对。好，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抽形了。抽形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板呢这么斜着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
是三个耳翼，咱们拿这个，拿这个可以对照的看哈。这个呢，三个，这个耳翼，而且抽的时候呢，要求就是它的距离呢是均等的。这地方呢是有一个小的，像这个小的这个环，也是一个小的环，就像那个蝴蝶的小的翅膀一样，好像这是一个大翅膀，那这是一个小翅膀。那么这条线呢是在这儿，这个呢也是一个大的这个耳朵，等于说它这也是一个耳翼。那个抽的时候呢要注意，等于它对称的呢，这儿有一个，这点是三个耳翼，还有这两个，这两个呢一般可以抽小一点，它是虽然它是外耳，但可以呢抽成小的。这个上面这个，这个呢我们可以最后呢把这个线放松，可以抽的大一点，这样呢对以后做这个挂饰啊或者配饰啊就比较好用。好，那么我们按这个呢来抽一下，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钉子呢给它拔掉，把这个珠针给它拔掉，然后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耳翼外边的耳翼给它确定，给它做大，那可以把这个耳翼给它做大，把中间呢给它抽紧，这个抽的时候也要特别的轻。好，现在我们这个复翼盘肠的中心呢就抽好了，下一步呢我们是要把它整形。整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着像这个形我们看一下，跟刚才说的一样，这三个我们做的时候一定注意它这是这个大的这个复翼，而且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调整一下，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呢肯定要挪在中间，边上的呢一个一个的挪在边上，注意不要给它拧了。像这一边现在看哈，这个是拧着，我们给它转过来，让它这中间这正好在中间，这就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是这个下边的这个复翼小的这个翅膀，我们也要注意。剩下的呢就是这个两个要做小，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呢给它抽一下，抽的时候呢和以前的要求一样，但是注意就是说每一步我们都要看清楚它是什么，这个难度就在于每一步我们要很清醒的知道，哎，这个该是什么了，这个该是什么了，所以可能可以呢就是一边抽一边记住这个，比如说我们先记住从这根线抽的时候我们转过去，我们先看这个啊，先该是这个小的这个耳朵了，小的这个复翼了，然后下一根线我们要记一下，这个是大的这个复翼的最外边这圈，然后是中间的这圈，然后是最小的这个圈，这个时候我们抽的时候呢就要最好是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把它记下来，先写下来这根是什么，然后做的时候每个呢画一个勾，这样就不会出错了。还有我们抽到这个大复翼的这个最外边这圈的时候呢，我们先想一下我们要做多大的这个复翼，也就像这个我们要做多大的圈，我们把这个呢先想好，然后我们一步呢给它抽到这么大，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了。好，我们现在开始抽，先抽这个，我们也是跟着它转，这个就是一个小的，先记住这是一个小的这个小复翼，下边的这个复翼我要抽到这么大，那么就把它做成这么大。好，这个复翼盘肠呢就抽好了，我们看一下哈，就这个抽这个复翼盘肠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两边呢一定要对称，这是要非常注意的。还有这个复翼盘肠做好以后呢哈，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可以把它中间呢给它暗缝一下，像这种就是中间有空当的，如果做的中间有空当的话，这都要就是这种盘肠结呢都要用这个针呢给它暗缝一下，用顺色的线。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复翼盘肠呢这个边上这个线都是单的，大家可以看哈，像如果做的比较大的话呢，我们需要呢给它定型一下，最好呢用这个发胶给它喷一下，在正面和反面都喷一下，这样呢就可以让它呢定型，而且能够长久的那个就是不变形。好，这个复翼盘肠呢就介绍到这儿。
好，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用刚才所做的这个复义盘肠节呢来做挂饰。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刚才做的这个复义盘肠节。我们首先呢可以把上面这个圈呢给它剪断。然后呢我们开始在上面和下面呢编这个编结。下面呢我做一个在这底下呢我做一个这个扣结。这扣结呢我们以前呢教过大家。先做成了一个花篮状，然后顺着绕过一根柱穿向中心。另外一边也一样的。好，这纽扣结呢就做好了。然后呢我们注意要把它呢穿到这个上，让把它就是移到这个上面去。我们一点点把这鞋给抽上去。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扣结给抽上去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陶瓷的这个小梅瓶，我们可以给它穿一下。好，现在我们把那个梅瓶穿好了。然后呢为了固定这个梅瓶的这个高度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底下梅瓶的这个下面再做一个扣结。现在我这个绳子呢看着是不够了。做扣结虽然是不够了，但是做好了以后呢，扣结所用的绳呢就可以，就说还是够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现在呢就是加一个线来做。我加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的线，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哈。先把这两个线粘上。等做好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线呢给剪掉。另外一个可以这样加两根线。好，我们呢就这样这线呢看着就长了。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这个打这个扣结就比较自由了。我们再打一个扣结。好，这个扣结呢我们就打好了，并且呢把它呢推到了这个梅瓶的底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接的这个绳子啊给它剪断，给它剪下去。剩下我们这个绳呢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呢在这上面呢做一个流苏。做流苏的方法呢我们以前介绍过，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流苏线来做。好，这个流苏呢我们做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流苏呢就是最后加金线的这种流苏。我们流苏做教过两种，这个呢是一种就是说很常用的，还有一种流苏呢是用这个流苏线做那个十字结的流苏，大家也可以用那种方法做。下面呢我们这个底下就做好了，我们接着呢做这个复义盘肠结的上面部分。上面部分我们可以这样，下面的呢我们做的是这个扣结，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双连结，这样呢它显得小巧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扎住这个头，然后呢做双连结。双连结的做法呢我们过去已经就是教过大家了。好，这个双连结呢我们做好了，并且把它呢放在这个离这个复义盘肠比较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穿一个小的珠子，这珠子呢可以比这个梅瓶的要小，这是一个扁形的小珠子。然后我们在这个珠子这个的上边再打一个双连结，给它稍微的固定一下。好，这个双连结呢打好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双连结的上面可以再打一个吉祥结。这个吉祥结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先给它这样做一个圈，然后给它从上往下，右往左下，左下往上，左边这个呢就可以正好从这个手指这个孔这点穿出。好，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打一次。再打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这个长短是不是合适哈。然后我们再打一次，上往下，右
右往左下，下往上，左，左呢，从右边这点穿出，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形儿抽紧一下，好，抽紧以后，我们再注意把这个上面这个小的这个耳朵给它拉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个吉祥结呢就打好了，因为这个吉祥结呢，它比较容易这个，就是扭动的时候容易那个变形，所以呢，我们最好在上面呢再打一个结做固定，上面呢我们可以再打一个这个双连结，就在它的这个上面，那我们翻过来，可以这样打。打的时候呢，和前面的打法是一样的。好，这个双连结做好了。下一步是这样，我们需要呢把这上面的这个头呢给它藏进去，因为这样的话光这两个虚的这个头不好看，那么我们可以呢把一边的头给它剪断一下，可以把一边先蹬紧一点，然后给它剪断，剪的时候可以骑这个根剪，然后呢下一步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头给它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烧一下，然后把它粘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双连结呢给它往上稍微的搓一点，这可以用这个镊子帮忙哈，把它往上搓一点，把刚才这个接口呢给它塞进去，好，这样呢就看不出来了，这个有复义盘肠的这个挂饰呢就做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长形盘肠结的做法和利用长形盘肠结所做的挂饰，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长形盘肠结，它看起来呢就是很像盘肠结，但它是一个完全长形的这样的，它呢可以和那个许多挂饰呢小饰品呢相连接，我们看一下它的做法。好，首先呢我们量一根两米的线，然后呢给它固定在这个板的左边左上角，下一步呢我们要做六个连续的圈，这每个圈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双线的，要做的短一点，每个3公分就可以了，我们中间呢空一个这个双线的这个圈的距离，我们这样往下接着做六个，下一步呢我们是把它这个剩下的线呢做一个圈，一个大的圈，然后呢做挑一压一，这个呢要做6次，一直做到这个地方，咱们看哈，就都是这样挑一压一，一直做6次，好，这样做好以后呢，这个右边的线呢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做左边的线，左边的线呢我们是单根做的，它的口诀呢是第一步是全上全下，全上然后全下，单根的，
好，我们呢把这个固定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步呢是这样，用单根的转过来做，挑一压三上去，挑二压一，挑一出回来，这样呢我们要做三次，在这一路、这一路和这一路做。咱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挑一压三上去，然后呢是挑二，从这一路挑二压一，挑一出。好，我们接着在这路再做。好，我们这个三步呢都做好了，这一二三这三道，然后呢这个左边的绳子呢我们现在就做完了，我们现在右边的绳子呢还要接着做。右边这个绳子呢我们的口诀呢和左边这是一样的，挑一压三上去，但是它是从右往左回来，是挑二压一挑一出，也是做三次，是在这一路、这一路和这一路做。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挑一压三上去，回来呢等于是从右往左，挑二压一挑一出，我们呢再在这路做了。好，现在我们呢这个也做好了，整个的那个这个长形盘长节的这个线路就走完了。然后我们注意要抽形了，一般这个长形盘长节啊抽形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外耳啊也都抽的比较小，所以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哪个是内耳哪个是外耳就可以了。就外耳最后抽完以后呢它是横着的，内耳抽出来以后呢是竖着的，这个我们注意。那最注意的是这个，这个圈是外耳，这个竖着的这个是内耳，还是边上的这个圈呢容易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内耳。好，那我们呢就把这个珠针拔一下，然后我们开始抽形。抽形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先把中间的这个部分呢给抽好。那我们看哈，这个是内耳，外耳拉出来，把这个外耳给拉出来，这个也一样。好，我们现在这个外耳呢都拉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把中间给抽成一个方的，就长方的这个包。好，这个长形盘长节的中间部分呢我们就抽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样的，左右上下呢都是一样的，而且它这个呢中间呢一共就有两根这个主要的骨干线。抽完以后呢我们就抽下一步，就是把外耳呢也都抽进去。抽的效果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这事先做好的这个长形盘长节哈，它这个呢外耳呢也都是很整齐的这么排列的，一般呢都不把外耳抽大，因为呢这个节呢如果把外耳做大呢它会比较松，就像现在啊感觉它就比较松散了，只有把它抽紧以后呢它的感觉比较结实比较紧。那么我们开始呢抽这个鞋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一边，从这个一根绳这一边开始抽起。那大家可以注意哈，跟着我来做这个可以。抽的时候也是一定要看着一头，而且一直抓住这个刚才抽好的这个中心，不要让它散掉。好，这个边上这个线呢就给它抽小，像这个特别容易散，我们要抓住这个中心。好，这个长形盘长节的形呢就抽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节形呢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要做大的节形呢也可以，我们就把这个像这个第一步咱们是做六个这个圈，我们呢可以给它做成乘以二做一倍的，比如说做十二个圈，也可以再往下加做十八个二十四个都可以。
其他呢做的方法呢和口诀呢跟刚才说的呢是一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长青盘肠节呢做一些挂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利用长青盘肠节呢做的一个挂饰。这个呢就是第一步呢做的是12个圈。现在你看哈，比这个大一倍。那我们这个挂饰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先量一根3米5的绳子，然后呢把它做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先做这个长形盘肠结，因为它呢上面和下面这个效果呢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它窝的方法哈，它都可以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呢可以这样做。等于这点是起头，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长形盘肠结做好。做好以后，我们在抽的时候注意，我们可以呢抽的时候让它上面这根绳子让它紧一点，下面这根绳子放松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双连结，再接下来呢再做一个三环结，也就是说的那个炸浆草结。我们可以把这个三环结的耳朵呢做的稍微的大一点，我们再往下再做一个三环结，就是按以前学过的哈，做一个竖着打的三环结，再往下再做一个双连结。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双连结这个头呢转过来藏到这个里面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挂饰给它勾到，就是带勾的哈，这个挂饰给它勾到这个长形盘肠结的中间的这个环里。然后我们在这个挂饰的下面呢可以接一个流苏，这样呢这个长形盘肠结所做的挂饰呢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试一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十字盘肠结的做法。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十字盘肠结，它呢是由长形盘肠结呢发展而来的。下面我说一下它的做法。首先我们先量一根3米的线，然后把这个线呢找一个中点放在这个板的中间偏上部，把这个线分左右。先做右边这个线，右边这个线呢先向下做一个圈，这个圈呢一直要稍微长一点，大约20公分。然后呢我们做还是用右边这个做6个圈双的挑一压一，就这样做这个圈呢短一点，挑一压一，这么长就够了。这样做6个。好，现在我们做好了，注意哈，这个是排在上半部。然后呢我们做用左边的全上全下，从这儿1 2 3 4 5 6也做6个，全上全下。掏这2根，抓在这个位置，这头呢要稍微的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左边这部分呢还要再做，所以我们左边要留的多一点。然后呢我们这点也是全上全下，这点呢有这个大的这个耳朵，就大的这个外圈，我们注意一下。还有这个底，这个右边这块哈，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这块呢是一定要这个冲上的，像这头刚才反了哈，给它扎正了，上面是上，下边是下。好，我们这一步呢就做好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这样做，我们做右边下3个圈，这个圈呢也不用做的很大，这样右下3个圈，
完了还是往右再做。好，这边右边下边三个圈我们就做好了。然后呢我们做左边，左边呢是对称的，和右边对称，也是左下三个圈，它长短呢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好，左边做好以后呢，我们还用左边这根绳来做。下一步呢是要做全上全下，是这么横着做，全上。做的时候我们注意一点哈，全上。然后从这点扎一下，全下。好，我们全下呢就做好了。这左边这根呢暂时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做右边这根绳。右边这根绳呢是这样，要双着的挑一压一，一直做挑一压一。好，这一步呢我们做好了。下一步呢我们用左边的绳子做挑一压三上去，挑二压一，挑一出，做三次，从这一道、这一道还有这一道做。我们先从这第一道做，挑一压三上，回来的时候从这里边挑二压一，挑一出。好，下一步从这儿来做，挑一压三上。好，左边的绳子做好以后，我们做右边的绳子。右边绳子做的方法呢和左边是一样的，也是挑一压三上。但是呢它呢是等于说是从右往左做，回来的时候呢是往左回，是挑二压一，挑一出，它方法是一样的。它做的地方呢是这样，这是第一路，这是第二路，到这儿是第三路。现在我们第一路做完了，然后接着第二。好，下面呢我们这一路呢也做好了。我们呢如果这个绳子比如说发现有点不够了哈，我们可以呢用对接的方法给它接一下。最后呢它真正的绳子用量呢其实只用170厘米就够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绳子应该是肯定是够的。然后呢我们再下一步还是右边做三个圈双的挑一压一，做三次，就这样。好，右边的这个三个圈做完以后呢，我们要做左边的线。左边的线呢是这样，是要全上全下三次，从这一路全上全下，还有这一路和这一路。好，我们先做一下全上全下。然后我们在这一路第二路全上全下。好，下面呢我们还是做左边这根绳。我们再做的就是这个口诀，是挑一压三，挑一压三上去，一直呢做十次，就是挑一压三，挑一压三。咱们看一下啊，从这路开始做，就做这一路，挑一压三，挑一压三，再挑一压三，这样往上走。好，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是这样，从这点开始挑二压一，挑三压一，挑三压一，然后做九次的挑三压一，最后是挑一出来。我们先做一下挑二压一，挑三压一，挑三压一。好，
这个线路呢我们就走好了，然后呢我们下一步是抽形。这个抽形呢和这个长形盘章的方法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抽形就是把这个边上的这个大的耳朵，就是这大的圈都抽小，这样呢就是一个十字的这个盘长结。那么呢这小的耳朵呢我们也注意哈，就让它抽的这个全一样，横平竖直的。我们这个这点呢是大的这个耳朵，中间这块呢里边这个是小的耳朵，这也就是内耳。那我们呢可以先慢慢的把它像这样给它抽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从这根线一点点的给它抽齐。好，这个十字盘长结呢我们就抽好了。抽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还是先紧中间的，然后呢再从一根线一点点一点一点的这样抽着走。抽的时候还是注意横平竖直。这个十字盘长结呢是这样，我们可以给它翻过来，这样呢就可以做一个挂坠，把这个上面呢做一个双连结或者扣结都可以。好，这个十字形盘长就做好了。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角形盘长结和用三角形盘长结所做的挂饰。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是用三角形盘长结做的挂饰，这个中间这个结就叫三角形盘长结。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做法。我们取一根三米长的线，然后呢把它量左右的线呢不一样长，左边的线呢是180公分，右边的线呢是120公分，也就是一个一米八一个一米二，然后呢我们把它扎到这个板的中间，分成左和右。我们先做右边的，右边的呢就是向左一个大圈三个小圈，先做一个大圈，然后我们再做三个小圈，这个呢要斜着放，小圈呢是大圈的三分之一长度。这也是每个圈之间呢有一点距离。好，现在我们这三个圈呢摆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三角形的一条边，这个也是一条边，然后呢我们再做下面一条边，下面一条边呢是这样的，再做一个圈横过来挑一压一双的。好，这样看起来呢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呢一定要摆成像我现在的这种形状。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用右边这个线双的做一个圈，做挑一压一5次，一直到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双的这么做，一直到这个上面。好，我们把这个拉好，给它钉上，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左边的这根线给拉出来，这样才可以。好，再下一步呢我们应该用左边的绳做一个长的全上全下，全上到这儿，到这个地方，然后全下，
好。把这个固定一下。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再做短的三个全上全下，是从这儿，还是这根线，完了顺过来，在左边这个斜线上做短的全上全下，做三个，也都是单着做。这个要把它摆好。全上全下，好，我们这一步呢就做好了。大家看一下，这还是一个三角形，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外边，这个一直要注意。然后呢，我们还是用这个绳做压二挑一，压三压二，然后横着挑一，就挑这根，然后压三，横过来。这个呢做的一定要规矩。回来呢再做挑二压一，挑三出。从这点开始回来，挑二压一，挑三出。好，这一步做好了。然后呢，我们还是用这一步，我们转过来，用左边这个线转过来做挑一压九，挑一压三，这一路挑一压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压九，然后再挑一压三过来。然后回来是从这点挑二压一，挑九压一，挑一出。一直挑九，然后压一挑一出。再下一步呢，我们就从这儿转过来了。转过来呢是挑一压三上去，然后挑二压一挑一出，做两个。这样扎一下。再做一次，还是一样的。挑一压三上去，回来是挑二压一，挑一出。再下一步，我们呢要用这根绳，从这点给它转回来，逆时针的做挑一压三上去，从这样挑一压三上去，回来挑二压一，挑一出，
做三个，一，这一道，这两道，这是第三道，在这三道做，回来是挑二，压一，挑一出。这一步做完以后，我们接着逆时针的，在这三道做一样的口诀，挑一压三上，然后回来是挑二压一挑一出。接着这道这道，好，左边这步做完以后呢，我们再接着下边这点也是挑一压三上，但这块呢就是下了，这感觉哈，就是还是一样的，从中心往边上，然后回去呢也是挑二压一挑一出，这是一道。下面两道呢是在这个地方做两个圈，好，我们这两个圈呢就做好了。然后呢，我们下一步是这样，是要穿过这个圈，从上面穿过，看一下，就刚才我们转过去的这个圈，在这个位置，这个要注意哈，不要错了。然后我们先把它穿过，然后我们是压三挑一，再下一步呢，我们再转过来，转到这儿，做挑一压三，挑一压三，挑一压三，回来的时候呢，一样，挑二压一。挑一出，好，我们现在这个三角形的这盘长节整个的线路呢就穿完了，然后我们呢是要抽形，抽形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都要抽的比较紧，我们先把这个珠针拔一下，然后我们注意它的外耳和内耳，因为内耳呢是要抽的很紧的，外耳呢是在边上，所以我们抽的时候呢也是和那个长形盘长节十字盘长节是一样的，先把中心的这个节的中心部分给它抽紧，像这个三角的这个结的中心呢就在这儿，主要是在这里边，这是它的中心，我们先把这个外耳给它抽紧。好，现在呢看一下这个外耳呢基本是抽紧了，然后呢我们整个把这个形呢抽成这个所要的这个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这个这个形，这个怎么抽呢，我们从这个单根的这个开始整个抽一圈就把它抽小了，上面这个呢我们可以留一个大一点的圈，好，我们开始抽针这根，好，这个三角形盘长节呢我就给它抽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形状呢是这样的，我们呢可以用三角形盘长节呢来做挂饰，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做的是一个用三角形盘长节做的挂饰，做这个挂饰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用一根绳，然后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做一个那个扣结，扣结以后呢再做这个三角形盘长结，这样呢就把这点呢作为那个最开始做的这个中间点，然后再往下可以做一个吉祥结，吉祥结往下呢这个地方呢是打一个这个双连结，再往下可以搁一个这个小梅瓶的这种小饰品，底下呢可以把它呢就是做一个这个鹿结，鹿结下边呢穿上这个小的珠子，并且呢做这个圈圈结做结尾，
这个结尾的下面呢，可以把做一点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小流苏。好，这个三角形盘肠结的这个挂饰呢，我就说到这儿。好，这一讲我给大家介绍了六道盘肠结、复义盘肠结、长形盘肠结、十字形盘肠结、三角形盘肠结，以及用它们所做的挂饰和小饰品。好，这一讲呢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